同一方食味，顺德人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味道的极致，他们可以发掘出鱼的上百种吃法，也能花费半年时间只为制作一道佳肴。很多游客来顺德，不单为欣赏水乡风貌，更要品尝这里的美味。他是水乡的名人，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。临近中午，他准时等候在门前，迎接慕名而来的游客。总统好，总统好，因为肤色和相貌的巧合，他被称为奥巴顺，顺德的顺。人们不仅要一睹总统风采，更为了品尝他亲手烹制的美味。奥巴顺擅长做鱼，每个部位皆成美食，五谷鱼片最为有名。手二十五下，手廿五下，即系廿五秒钟。剔净鱼骨，切成不到两毫米厚的鱼片，过水即熟。一锅五谷鱼，征服四方客。感谢啊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。与总统合影是鱼宴的最后一道菜。每天有超过20000名游客来到顺德，品尝美食是最重要的目的。另一波客人很快就会到达，他还要继续为下一餐做准备。顺德人吃鱼的方法花样翻新，鱼生是中国美食的活化石，从唐宋延续至今。顺德菜追求食材的本味，鱼片厚度不超0.5毫米，拌上油和盐，传统鱼生最能彰显鱼肉味道的清鲜和口感的柔韧。适应现代人的口味，今天的顺德鱼生加入了更丰富多彩的佐料调味。水乡人家善于发掘鱼身上每一个细部的美味，鱼皮富含胶质，肌韧弹牙，适合凉拌。鱼肠煎蛋，通过配料去腥增鲜，两种食材的口感相互映衬。鱼骨也不容浪费，最极致的方法是菜中无鱼，而鱼鲜无处不在。柚子肥厚的皮先用火烤，去除苦涩。水洗，进一步褪尽苦味。
间。再慢炖两个小时，贡献出鱼肉中的胶原蛋白和氨基酸后，鲮鱼低调退场，只留下鲜味浓郁的汤汁。纤维疏松的柚皮吸饱汤汁，果酸与鱼汤中的氨基酸结合，丰醇中多了一种醒目的果香。原本弃之不用的柚皮，经过厨师的匠心巧手，成为佳肴。鱼是顺德美食的招牌，但很多人认识顺德，却是从一道入门级的小吃开始。双皮奶，100年前诞生于顺德，因为上下两层醇厚爽滑的奶皮而得名。这种奶制品的原料并非普通牛奶，而是来自顺德本地的水牛奶。顺德水牛奶乳汁含量高达8%，是普通牛奶的两倍，水分少，奶香格外浓郁。滚烫的牛奶接触到碗壁和空气，迅速冷却，脂肪颗粒上浮，形成致密厚实的奶皮。倒出牛奶，使第一层奶皮贴附在碗底，奶液混合蛋清和糖，重新倒入，隔水炖20分钟，第二层奶皮形成。这就是远近闻名的双皮奶。双皮奶是顺德人引以为傲的名片，但他们并没有就此止步。19岁的甘甘正在做新的尝试。为了获得最好的味道，他选取不同种类的椰子。水牛奶煮沸，兑入椰汁，丰腴的味道里增添了一道清甜。冷藏之后，得到弹嫩的奶冻。加入酸甜新鲜的芒果粒，这是水牛奶的时尚版本，甘甘叫它椰奶冻。前端在西江左岸，顺德水系发达，牧草丰茂，自古就有养水牛的习俗。徐坤仪养殖水牛已经30多年，与普通奶牛相比，水牛泌乳期短，日产量也仅能达到一半。水牛奶十分宝贵，女儿有自己的工作，但每天都会在固定时段来牛场帮忙。水牛奶必须在最短时间送达客户手中，超过2个小时，味道就会发生变化。全家人都是鲜奶快递员。我们交流来从用单车才，后来用摩托车，后来才用小车去送。
徐家的水牛奶每天循着相同的路径在这座城市流动了30年。晚餐是全家人团聚的时刻，儿媳是家里的主厨，食材也离不开自家产的水牛奶。鲜奶煮开，晾至80度，才能成就这道美味。鲜姜打磨成汁，滤去残渣，冲入热奶，生姜蛋白酶与牛奶中的酪蛋白发生反应，15秒内就会凝固。姜撞奶，醇厚的奶香中包裹鲜姜的辛辣，是晚餐前的开胃点心。爸爸，你也懒得。还有一道主菜，必须等待徐坤仪出手。炒牛奶源起于顺德民间，将液体食材用炒制的方式呈现，在中国烹饪技艺里自成一派，成为软炒，这是顺德人匠心独运的又一个典范。蛋清和生粉是重要辅料，粉丝垫底，鲜虾仁和火腿丁带来丰富的味觉层次。炒牛奶考验厨师的耐性和对火候的精妙把握，牛奶蛋白对高温格外敏感，遇热极易变焦，一铲一堆，每一次旋转完结一道工序。9次旋转之后，牛奶成型。蟹子和懒人突破牛奶的圆融，点亮意外惊喜。不需要昂贵的配料，也不需要精致的形色，却是家人最喜爱的家常味道。顺德丰富多样的美食，来源于一代代厨师精心的钻研和耐心的历练。这不只是一场让人惊叹的表演，更是厨师对极致刀工的展示。力道和节奏的掌控不能有分毫偏差。每根土豆丝粗细均匀，直径不到0.5毫米，直径2.5厘米的水蛇，尽可能多地取出蛇肉，蒙住双眼，更是对心智的考验。令人赞叹的刀工，并不只为炫技。在厨师之乡，每一位令人尊敬的工匠，都需要经过漫长的历练。2837，这群年轻人刚刚迈出第一步，
他们是顺德职业技术学院烹饪专业的学生。在学校，除了理论知识，师徒间的口传心授以更为系统和科学的方式完成。今天是期末考试，刚入学半年的王正亚将和他的同学一起展示几个月苦练的成果。好，今天是我们这学期最后的期末考核时间，我们今天能考核的项目呢，主要是蓑衣黄瓜。蓑衣黄瓜是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难关，这也是一名专业厨师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。一刀都要兼顾角度、深度以及移动的速度。两根黄瓜，总共240刀，要做到刀刀深浅一致、厚薄均匀。好，时间到。好了，我们的考核呢已经结束了。展示成果的时刻到了。合格的蓑衣黄瓜，两刀间距仅2毫米，拉开后。长度延展一倍而不断裂。我们除了王正亚以外，其他同学呢都能够通过。啊，王正亚同学这个作品呢，我们还需要进行一次补考。王正亚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厨师。通过这个左手调节刀的这个速度，这边的间距都已经很均匀了。他知道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顺德全民皆厨，每个人对烹饪都有自己的理解。除了学校，更多的传承是在家里。叶柏松今天要把自己的拿手菜传授给女儿。14岁的叶苑欣第一次接过父亲手中的刀。来，剁刀了。鲮鱼去骨，切薄片，再细细斩成鱼蓉。你煎的比较伤心了。反复摔打，直到起胶。要获得弹牙的口感，需要用力摔打近200次。而这，只完成了第一步。苦瓜和辣椒去芯儿，鱼蓉做馅儿放在中间。当地叫酿。小火油煎，苦瓜辣椒爽脆，鲮鱼外酥里嫩。煎酿不仅让菜肴口感丰富，更平衡了蔬菜与肉类的营养。酿菜的极致要数酿鲮鱼，完整撕开薄可透光的鱼皮，不容一丝破损。取出鱼肉，去骨后剁成鱼蓉。火腿、香菇、马蹄、熟花生米斩碎。再加入粉丝，吸收多余水分。手工摔打，让鱼肉的骨骼肌凝结成网格状态，获得更好的弹性。加工后的馅料酿回鱼皮中。鲮鱼脱胎换骨，神奇复原，
鱼骨汤慢火焖炖，在热力催动下，各种氨基酸互相渗透交融，造就酿鳞鱼鲜甜嫩滑的醇厚滋味。在顺德，更多出彩的味道和手艺流传至今，但并不是每一次传授都能成功，女儿志不在此。我觉得我爸爸做饭已经很好吃了，我对厨艺那方面呢也不是很感兴趣，还是对武术方面感兴趣多一点。苑欣四岁开始随父习武，他的拳法承袭了流传久远的咏春套路。相比于拳法的学习，父亲更在意的是对女儿韧性和定力的培养。武功的真谛和哲理也同样蕴含在刀针锅灶间。寒假，王正亚在家里苦练，每天至少要切掉300条黄瓜，手上功夫进步飞快，但他并没有就此停歇。食材的质地不同，下刀的力度也不同，必须反复练习才能安熟于心。今天，叶远钦即将迎来一次挑战。这里汇聚两岸三地的电影制作人，父亲希望女儿展露他的10年苦功。钢针必须穿透3毫米厚的玻璃，击破气球。新学期到了，关键的一刻即将来临。规定时间是8分钟，王正亚5分钟内就完成了3色蓑衣。刀工很均匀，自然拉伸达到了我们的要求，超过了我们的标准，应该说是挺好。王正亚知道自己离厨师梦想又近了一步。顺德有8000多家餐饮企业，约有8万名厨师，平均每30个人里就有一位职业厨师。无数人像王正亚一样，需要经过严苛的训练。他们凭着一身厨艺行走江湖，将顺德美食带向各地，树立粤菜的典范。红案、白案、刀工、火候，都是一辈子的功夫。除了手艺，更为重要的是，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用心表达自己对食物的理解和尊重。百
公里外的香港，人们正沉浸于一碗汤带来的享受。鲜甜醇厚的猪肺汤是店里的招牌，工序繁复费时，老饕们知道要喝上这碗汤必须提前预定。猪肺汤是顺德一道传统汤菜，上世纪50年代流传到香港，几十年来已成为香港人最熟悉的家常之味。4小时炖煮，撇去浮油，白菜胆提鲜，上桌前再放入鲜榨的南北杏汁，南杏微甜，北杏略苦，与嫩滑的猪肺相得益彰。何伟成的猪肺汤总让老食客们感慨喝到了几十年前的味道。何伟成来自顺德，在香港做厨师30年，现在是这家饭店的主厨。这些人来自万里之外的欧洲，是他的常客。因为我同佢拍紧书，今朝话佢话咁啊，招牌嘅猪肺汤，咁我烧咗两排呢个啊。根据不同客人的口味，何伟成亲自为他们拟定菜单。有华人的地方，就有顺德厨师。抱着对做厨师的最初向往。何伟成14岁到香港，成为了一名厨房里的学徒。我哋做厨呢个有个口头禅咧，就学无止境。咁我跟咗好多个师傅去做每样嘢，做到我而家咁，我都系要一路咁去学习人哋新嘅知识啊，同埋啊所有嘅料理啊。厨师的历练之路远不止勤奋，还需要生活的阅历和体悟。为了适应众多食客的口味，每隔一段时间，何伟成就要推出新菜品。最近，他又在冥思苦想，找寻灵感。周末，乘坐第一班客船，何伟成回到顺德。他经常往返家乡探望亲人，但这一次却另有打算。这是一家私人博物馆，收藏着很多老物件。何伟成并不是为此而来，他有更重要的任务。这是一本上世纪50年代的老菜谱，详尽记载了顺德传统菜式。嗱，呢个就系桂花炒鱼翅啦，下菜佢有少少榄仁，佢好多样嘢都系有小炒啊，有剩啊嘛。一直以来，顺德菜不断从传统中演化出新。桂花炒瑶柱脱胎于桂花炒鱼翅，因炒散的鸡蛋点缀在洁白的芽菜间，形同桂花而得名。这是顺德小炒中最考验厨师功力的菜品。
所有的酝酿都经由这个契机被点燃。龙虾来自香港本岛，也是香港人最熟悉的食材。这一次，何伟成将赋予它顺德的基因。炒芽菜难在火候的把控，生与熟间隔不过十几秒，火候不到会留有豆腥味，过火则出汁软烂。龙虾、芽菜和蛋液混合，热锅猛火，用筷子划散，使所有食材快速在同一时间炒熟。黑松露带来独特的山林气息。食材表面迅速焦化，锁住内部水分。盘中没有一滴菜汁泄出，这是顺德小炒的精髓所在。今天的顺德厨师走遍天下，但祖先的智慧远未被完全开发，很多几近失传的顺德菜肴仍在等待发现和传续。农历五月，谭永强像往年一样种下菊花，这个习惯源自他的父亲。年年栽种白菊，不是为了赏花，而是酝酿制作一道美味。顺德地处亚热带，终年温暖，鲜花不断。随着四时节令，不同种类的花朵渐次绽放。三个月后，谭永强的花田里菊花也结出花苞。为了获得最饱满的花朵，除了日常打理，还要剪掉多余的花枝。离美味的诞生已经不远了。以花为食材，在中国有久远的历史，特别是从宋代以来，制法繁多。在不断探索新食材的顺德厨师眼里，以花入馔最能满足顺德人顺应节令、体味自然的追求。挑选出淀粉和糖分含量高的种类，去除花粉和涩味，烹饪不拘一格。花不再只是盘中的点缀，香甜清新的自然气息给人们带来味觉上的惊喜。秋天，白菊盛开，谭永强期待几个月的时刻终于到了。从最饱满的花中挑选出舒展的花瓣，一朵花选取不过十几瓣，
但菊花只是这道菜的配角。正是水蛇肥美的时节，谭永强要制作一道应季美味——菊花水蛇羹。去皮的蛇肉在水中煮得恰到好处，才能使骨肉轻松分离，同时保留各自的完整。拆下的蛇骨、褪去的蛇皮都是这道羹汤的原料。整只土鸡和猪舌飞水，去除杂质。顺德人煲汤青睐复合的味道和营养，加入猪舌和鸡，最大限度激发水蛇的鲜美。武火半小时，高温释放出肉类脂肪和蛋白质，汤色由清转浓。在中火炖煮90分钟，谭家两代高厨，谭永强的厨艺来自父亲的传授。除了纯熟的技艺，父亲以对食材选料的严苛而闻名。现在，这也是人们对谭永强的评价。每一步，谭永强都严格遵照父亲的教诲，力图复原当年的味道。再次请出原汤，所有食材汇于一炉，十几分钟后，汤汁渐收，猪味融合，食材自身鲜甜浓郁，只需适量的盐调出鲜味。汤色奶白，香气馥郁，水蛇鲜嫩。这时，菊花才真正上桌，点亮这道羹汤的神髓。这是一种看似平淡，实则绝妙的味觉搭配。为了这个时刻，他们可以付出4个月的等待。由于制作成本高昂，如今菊花水蛇羹已经从餐厅日常的菜单上消失。从菊花的选种培育到蛇羹的制作，都由同一位厨师亲自完成。这种费心耗时的制作手法即将失传，只有少数人才有机会品尝这带有旷古之思的滋味。而这道传统顺德菜的下一位传人会是谁？谭永强也不知道。还有一道菜，同样以繁复耗时著称，干鲍鱼，经过15个小时泡发，与排骨、老鸡块依次堆叠，放入提前熬好的猪骨上汤。持续炖煮20个小时，让鲍鱼的胶原蛋白分解变得柔软润滑。期间要不断补充蒸发掉的水分，使鲍鱼被汤汁浸没，不因失水而收缩。
来自排骨、鸡肉、火腿、干贝的鲜味持续渗入。鲍鱼中部的糖心是品质上乘的标志，如何让糖心呈现出细糯的口感，全凭厨师的经验。顺德人对于食物加工的态度和技法都非常苛刻，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专业名厨的身上，对一些草根食物，民间小店的厨师们也同样精心。煲仔饭是整个两广地区最常见的市井美食，饭菜合一的制法并不需要复杂的技艺，砂锅从火炉直接端上餐桌，能迅速补充能量，又让人大快朵颐。上世纪30年代，煲仔饭第一次出现在广州的小饭店里，就迅速成为大众喜爱的美食。从一个民间厨师的身上，能看到顺德人对极致的追求。来这里吃饭的人永远找不到菜谱，这是他们面临的第一道难题。试出上去就八块五斤嘢嘛，到你要咩？豉汁排骨或者系板筋，你食点食？食得，食就得。可唔可以加啲肉饼喎？牛肉饼、猪类、牛类、鸡类、鱼类、芝士类、鸡啊、排骨啦、鱼啊、四川辣、湖南辣、粤北辣、黑椒辣，加肉饼啊，加板筋啦、猪心啦、黄鱼春啦，猪的、牛的、鸡的、鱼的、奶酪的，糖虱、鱼鳞角、咸鲜鱼、黄鱼春，牛肉片、牛肉饼、牛腩，要五香的，要咖喱的，不香咖喱，要辣的还是不辣的？辣的，是不贵的。哇，这个也要这么贵的嘞！如果有困难的话呢，你可以下次再来研究一下，好不好？牛展的小店不足20平米，八张小桌，食客云转。粗犷的服务方式，源于牛展对自家手艺的自信。微风拂面，入随我者，这才叫自由。选择摩托车作为交通工具，自如穿行于错综的老巷，它能够以最短时间到达要去的地方。在这个城市里，没有人比牛展更了解大大小小的菜市场。每天上午，他都会花2个小时穿梭于几个菜市，只为找到最中意的食材。饭的过程内含乾坤，自己改装的炉灶能更精准地调控火候。香米米粒细长，韧性弹牙，并储存大量的香味物质。猛火煮至沸腾，再改用小火慢焗，直到表面水分刚刚收干。下层保留的水分将用来烹制配菜。选用带有甜味和酒香的广式辣味，为了能够与米饭同时出炉，牛展反复实验食材的最佳厚度。牛里脊仔细剔除有碍口感的筋膜，双飞刀法切成大而薄的肉片，保证肉质易熟软嫩。盖上锅盖，直到最后一刻都不再打开。无法观察锅内的变化，全凭牛展十几年经验掌控火候。什么叫一个好的煲仔饭？从一个窝里面一块煮出来，
肉是刚刚好，饭刚刚香。一个瓦煲内包含着白米饭的三种境界，上层米粒浸润着肉汁，浓郁软糯，中间晶莹剔透，保留原初的豆香。底层锅巴焦脆，是煲仔饭最具魅力的元素。锅巴是一颗米的厚度，呈现一块镜子的样子。煲仔饭上桌，新问题接踵而至。不是这样吃，用筷子不是用匙羹，先吃外围，再吃中间，冇用匙羹撩饭心，先吃外围，用筷子撩中间饭，用筷子轻轻的从搅一下，搅一下把那个反过来。这里的煲仔饭呢，最大的特点就是招牌就是白米饭，没有菜式的白米饭，才是最重要。闻一下米颜色、完整度，嚼的时间每边15下，可以吃了吗？吹了一下子，烫死你了，老板。不错。来，阿女。每一锅煲仔饭，牛展都要亲力亲为。小店十几年不曾扩大规模，能够日复一日，能还活着，做自己喜欢的事，这是最大的幸福。十几年执着于对一种美食的钻研，这样的小店在顺德随处可见。晚饭后，坤叔像每天一样回到水牛场，这是他30多年的习惯。干干的椰奶冻受到很多人喜爱，他开启了自己第一间小店。冬季到了，奥巴顺趁着北风挂起鲮鱼竿，为游客们准备另一样顺德风味。何伟成开始新的尝试，将来自世界各地的食材融入传统的本地菜式。深厚的美食源流来自无数普通人的用心创造，在平凡的一日三餐中，顺德人用美食表达着对生活的理解和对未来生活的祈愿。总有一些味道跨越地域，为四方的人喜爱。中国粤菜不仅是一种烹饪风格，更是对食物的态度。顺德，粤菜的重要发源地，美食是代代相传的共同基因。顺德人走到哪里，哪里就有最好的味道。